照派，每天分享实用的生活小妙招。花生是我们常吃的一种食物，很多朋友吃完花生都会将花生壳扔了。其实我们把花生壳收集起来，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用途呢。它有什么样用呢？一起跟视频来学一下吧。花生壳有什么妙用？首先第一个妙用，做饲料。花生壳中含有粗蛋白、粗纤维、脂肪、维生素等物质，我们可以将它碾碎以后和饲料混合在一起喂养家禽。花生壳含有很高的营养成分，可以让家禽长得更好。妙用二，做花肥。家里面有养植物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将花生壳放进土壤里面。花生壳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将它放在植物土壤里面，经过氧化以后，花生壳是很好的天然肥料，能够让我们的植物长得更加的茂盛。妙用三，泡水喝。我们可以将花生壳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泡在盐水里面，我们可以喝也可以直接洗脸，长期坚持可以有效消除皮肤暗沉的作用，而且呢还有润肤净白的效果。花生壳的这三个妙用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是不是非常实用呢？赶快利用起来吧！学会的话可以把转发分享出去，这样帮助我人。我每天都是用的生活小妙招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